另外，我国最近的单日确诊病例呢有下降的趋势，不过有人却质疑确诊人数下降是因为检测的数量变少了，而不是对禽兽控制。到底这是不是正确的呢？后来我们听听卫生总监陆其山的解释。只要坚守希望，必能跨境守望。只要携手相依，迅猛迅猛。加油的师傅，健康是宝。珍惜守护，快乐富足。疫情受到控制，布里市将为成全国唯一一个实行复苏式管制令 RMCO 的中枢。其实全国各省不同程度的管制令，再加上大部分的经济领域已经开放，部长宣布政府决定取消外出十公里限制。那不管你所在的地方实行的是 MCO、CNCO 还是 RMCO 都好，依然是禁止跨州跨县。部长解释，民众到处跨州啪啪走，是导致确诊病例暴增的主要原因之一，所以他呼吁想要旅游或者是回乡探望亲人的朋友在难行等等，只要疫情有所好转，政府就会解除跨州禁令。
那至于 SOP 方面呢，基本上 MCO 地区就维持不变，而回复这个 CNCO 跟 RNCO 的州属的 SOP 跟之前也是大同小异，包括可以外出堂食，不再限制两人一桌，而是根据桌子的大小来决定用餐的人数，同时呢不再限制两人共车，车内的人数呢可以根据交通工具的座位而定。至于零售商店的营业时间呢，可以延长营业到晚上12点。伊斯麦沙比已重申，虽然政府进一步放宽部分州属的管制令，但这并不代表民众可以放松警惕，把方便当随便。部长强调，如果 CMCO 或者是 RMCO 州属的确诊人数有所回升，那么政府随时可以在这些地区重新落实更严格的 MCO。 所以老话一句，大家都要做好防疫 SOP， 只有打败病毒，大家的生活才能够恢复正常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东方标题。自票赌场全面除开，博彩股向反应冷淡。请总长。